我们是来自重庆市爱博花样奶奶艺术团，我们这个团队已经成立了12年了，平均年龄就是60多岁，最大年龄是79岁。这个是我来的。知道我知道，刀马旦。对于我们算上了年纪的人来讲，我们跳刀马旦肯定是有挑战的，但是我们选了它。怎么说呢，它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新的这个文化和国潮。你可以解释一下爱博是什么？爱博，爱博就是爱拼搏，爱锻炼，爱展示。我们的梦想是挑战自己，我们就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中国大妈。好样的。哦，不是广场舞，
请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高雨田，是一名魔术师啊，也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。今天带来的才艺是魔术。今天你要飞天吗？啊，今天先不。展表演一个对我比较重要的一个表演。那不如我们就先看你的表演。那我可以过去吗？哦，是要近距离表演？对对对，哦，可以可以。好。从一个故事开始，我这边有一个信封，里面装了一个故事。好，现在请孟非老师帮我保管一下，证明我完全不可能去换掉它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这边有一些卡片，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经常会玩到的一些物品。嗯。好，伊能静姐姐，请伸出一根手指，好，随便的碰一张，哪一张都可以。好，这一张吗？嗯。好，伸出一只手。好，另一只手压住它。好。OK。其实呢，各位也知道，我是一个短视频的创作者。我在来这个节目之前呢，我发了三条视频，现在在我作品的顶置里面，分别对应了三个导师的名字，我不可能去改变它。好，我们现在播放第一个短视频。啊，第一个是我。对。哇！这不就中了吗？中了个什么？小青蛙。啊，这样吧，好，看着这个青蛙。好，你们都知道，刚开始伊能静姐姐呢，从小时候的很多玩具里选了一张卡片，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。青蛙。青蛙，天哪！哇！好，天空哥，我这边呢是我的手机通讯录。好，像这样，一会儿你随便的上下左右滑动啊，一个手滑动，好，在你任意停的位置喊停，想停就可以停了。好，随便的碰一个。好，有一个人吗？我不看。好，有了，记住了吗 ？OK， 记住了。嗯。好，我锁屏。好，我先放在这里。好，那你现在打开第二条短视频，是谢霆锋老师的。我这边有两支笔，你在手的这个位置写上自己的名字，高雨田自己的名字，手像这样挡住。好，你像这样握住我的手，高雨田，看着，像这样。好，仔细姐，你随便喊停好不好？来，停，没了。咱们稍微可以快一点，好，三二一，停，停，对，好。我们看一下，这张牌是一张红心八，红心八，好，咱们这样，你帮我伸出一只手，好，压住这张红心八，压住。这张肯定不是红心吧？目前还是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子琪姐的短视频，第三条。我这边有一副牌，每一张都有，每一张都不一样，随便的碰一张。好，自己记住，然后给镜头看一下，保持这个姿势，不要动。接下来我这边有一个 VR 眼镜，好，我给你戴起来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画面通过眼镜？嗯，我好像看见了四个人，然后我好像有一个选了红心八。你还记得你刚刚选的牌吧？嗯。好，我现在把眼镜取下来。你还记得刚刚那张牌是什么吗？说出来。黑桃四啊。黑桃四，看一下。哎，还没完。黑桃八，像这样。是。如果视频里的
黑桃四变成了红心八，那么子琪姐刚刚随机选择的红心八就会变成，打开看一下，孟非老师，好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《随遇而安》。我这边呢还有一支笔，孟非老师，请你把手像这样，好，握住这支笔，好。伊能静姐姐，我把书像这样拨开的时候呢，你随便的喊停。好。好。停。好，这里。好。我把书像这样的时候，霆锋哥随便的喊停。停停，这里好，我下去画一个圈。好，孟非老师帮我看一下书上是不是有一个圈，有一个字或者一个词，有没有画中它？有的话，请你记住合住就可以了。有三个字画在一起，那就记住其中的一个完整的词语。完整的词语啊？对，合起来就可以了。好。接下来我们的魔术呢才真正的开始，是一张20年前的照片，在信封里，我这边有一个信封，孟非老师帮我保管一下。信封是粘上的。对，这张照片呢是20年前我给我奶奶变魔术的时候，我很不开心，我当时选了黑桃四，我奶奶为了哄我呢给了我一只青蛙，但是我依然的还是很不开心，所以我哭了。这是我也是我唯一的一张合照。孟非老师，你先说一下你刚刚从书里随机选择的那个词语是什么。最温暖。温暖。对。好，孟非老师，里面还有一封信，来达人秀之前，妈妈给了我一张照片，是小时候我跟奶奶的合影。还记得那天我很不情愿，哭得很凶，奶奶还买了玩具哄我。奶奶是我第一个观众，每次表演给她看，她总是挑我毛病。我拍着胸脯跟她保证一定会上大舞台表演，还要奶奶当观众，奶奶却笑着跟我讲，阿婆等着我孙子上大舞台表演，但现在你只要平安快乐就好，那些是长大的事情。现在我成为了魔术师，我完成了拍下胸脯的梦想，但我感到遗憾，遗憾小时候的不懂事，遗憾观众席看不到您的身影。如果我什么都能改变，我只希望我能变回到您身边，扬起笑容和您拍下一张合照，我想那个画面一定很温暖。啱啱好，爭少少我就咁嘅啦。搖搖啊！飛，皆有你家張三爺在此，尔等或攻或戰，或進或退，或爭或鬥，尔等不攻不戰，不進不退，不爭不鬥，而乃匹夫之輩。
马撞人，河下燃油如尘，我是马撞人，灵魂绽放光芒，我是马撞人，马撞人，大喊一声冰腿号，马撞人，大喊二声水寒流，马撞人，大喊三声桥断魂，马撞人，从来就战无不胜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宏远，今年51岁，我来自于新疆昌吉州马纳斯县山丹户村，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你们家里多少亩地啊？我们家现在有100亩。现在我们新疆已经实现了机械化，现在这个机械高科技到啥程度了？其实正确的来说呢，一个人可以管500亩地。我的100亩地，4个小时，也就是半天时间就收割完毕了。现在在我们的种地呢，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，并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啊，特别辛苦啊。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看你搬了个鼓来，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？唱歌打鼓。唱歌打鼓呢，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。30年来呢，我老婆一直默默地支持我，可我呢，从来也没和她唱过一首歌。今天呢，就是想借这个舞台，借这个机会，想表达一下我对自己老婆的一种歉意，我让她知道我是真心爱她的。今天这个表演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我要把我对老婆这30年来的爱呢唱给所有人听。加油。哎，你这个鼓看起来不太一样，峰哥要不要上去试一试？老师，你不如先介绍一下这个鼓吧。这个架子呢，是我们新疆一种布林的一种树，叫白蜡树。白蜡树，对，这个是我们蒸馒头用的这个。这个是蒸馒头的这个这个梯子，能敲一下吗？可以。新疆呢，到这比较远，一般来呢，我都是给大家带一点礼物，我想送给大家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哇，是今年的新年花。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棉花哥是不是准备好了？给我打打气。好。不要紧张，没事的。请开始表演吧。小虎队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。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，趁青春做个伴。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门前。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，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。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跟大海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来，大家一起，把
起节奏，行吗？情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心用草种在你的门前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谢谢大家。大家应该都玩过扑克牌，我们来这样子看一下，52张牌加上鬼牌54张。来，邓紫棋老师，你一根手指伸出来，我等下这样拨牌的时候，你随时碰一张牌。这一张吗？碰这张。不是。这张。前面。这张。好，没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方片八，大家可以看到。方片八。我在上面做一个记号，这样子大家都能看到你的牌是哪一张。因为魔术最怕就是观众忘记是什么牌，所以这样子好了，我把这个角落留着，你帮我拿着这个角落。所以现在这牌上面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丝痕迹。但是大家先看好这张牌，方片八，在这个位置。其实它不是消失，它是变影子。来，你手帮我拿着，你帮我拿着这张隐形的牌。掉了，对，拿好。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，我尽量啊。好，我这样子指的时候，你随时喊停。我喊停，好的。停。这边。嗯。我这边，我发现你指的这个位置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就奶粉啊。奶粉。行，那我们用奶粉好了。这个奶粉不能吗？这奶粉可以碰吗？这是很好的羊奶哦。就是蓝河绵羊奶粉，我最近也在喝。对。你们植入的这么巧妙吗？你随便拿走一瓶。不会吧？你随便拿走一瓶。能进去吗？停！你选了这一瓶，来拿着这个奶粉罐。你别随便掉啊。过来给你，我数到三，你直接把这隐形牌再丢进去。我尽量丢准一点啊！一二，哎呀，好坏！丢到这个奶瓶罐上来了。给哦，这次接到了，接到，明明到了后面。你别闹了啦！我要下台了。你确认一下，他是真的没有人碰过。这整个录制过程一直在你这边，我不可能接触到他。没有碰过。把它打开。我没打开。打不开吗？哇，这个怎么这么硬啊？这个。OK 了。打开。原来真的是全新的我。来，把它打开。打开。把全部的奶粉倒进这个里面。哇，好幸运！有看到一张牌吗 ？No。诶？啊！差着一张牌，而且也是少了一个角落。天哪！来，邓紫棋老师，怎么把它拿起来？
看是不是同张。我来对比一下，要是不是的话，你惨吗？要是不是，我也是会下台的。哇，一模一样。哇，哇，太帅了。好犀利！我知道怎么变的。怎么变？这个不是同一张。这么确定吗？我就知道魔术师的套路是什么样，他搞一大堆别的东西，然后让你不要看他的那个牌，然后我刚刚就一直盯着他那个牌，我感觉里面也有一张。上手好，我们自己先看一次。可以。但是你可以再这样去，可以、啊、去翻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还可以。你可以先确认他真的没有第二张在这边。不是，而且你怎么解释他在奶粉里？那奶粉全新的。不是，这个真的是全新的，而且是你随便说的。而且这真的是我随便选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最难进去，你桌子什么都可以。那他怎么进到奶粉罐里面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你下次最好知道了再说。他是个特制奶粉。那为什么撕这个形状会一模一样呢？你说为什么会呢？撕这个形状一模一样有什么难的？我在家里撕一百遍我都可以撕到一样一样。真的吗？不是，问题是他怎么知道你会撕出这个形状呢？因为他无论我怎么抽，不是我撕的，是他撕的。不是，先不要吵。你想想，刚刚是他撕的，是不是？我想知道你们两个过去有没有什么过节，你给我们解释一下。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见吧。如果有那是另外的事情，我们另外找一个地方说好不好？对对，我有过节我们另外说啊。那个你可以再用一个魔术说服他。好，如果你不相信同一张没关系，我也想看看你的这个应变能力。可以，来吧。这样吧，你们谁身上有带手机吗？我有。哦，有拍照功能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手机应该都有拍照功能，非常好。你帮我随便选任何一张牌。到我啦。对。真的，任何一张都可以。啊。记好。可以给观众看一下。我给观众看一下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可以在上面签名，我怕又有某人说我是不同张。某人是谁？某人。签个名是吧？某子棋。好了，好，你把牌还给我之前呢，我先把牌洗乱，像这样子正反正反的洗。如果把这两叠牌推进去的话。大家可以看到牌是有正有反，非常乱的。等一下呢，我拨牌你随时喊停，然后你把牌插回去，朝下插回去，就是你弄的时候我叫停就行，对吧？好，停，好，放回去，非常好。我是你，我就放最上面那个。我说好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再洗一次。所以这次真的要仔细看好，每一张牌是有正反正反的。来，打开相机，然后你们四位评审集中在一起，我帮你们四位评审拍一张照。帮我拿出牌，可以吗？这样拿出。我帮你们拍四个拍一张照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方片二。大家有看到方片二吗？看到有有，看好。现在牌是有分正面跟反面，就是每一面都是长得像这样子。我想在一秒钟内把所有的牌调到反面，只剩你的牌是正面。一瞬间，这厉害了！
变成朝下，只剩一张你的方片二。哇！邓紫棋，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牛，就是牛。但是，你还记得我们刚才拍了一张照，你拿着牌。嗯。可是你刚才拿的时候，真的每一张牌都是朝上，可是真的只有一张是朝下。真的耶！哦，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刚才那个牌是有正有反的。对，对，是的。哇！抓一枚萤火，说想做太阳，在人海光着脚追风，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，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。那个你呀，要走回长大，你认得我吗？独一无二的那颗心啊，因为你有你的棱角和锋芒。哇！在城市巨大的迷宫，在永远听见我的呼救。歌前来遇见我，哦，那个你呀，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，别怕别怕别怕孤单的长大。你喜欢我吗？努力未曾让你失望吧，多远多风多痛。这太厉害了。